喂，你好，是律师事务所吗？我想请你们打个官司，我要告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曲江河。啊，请问你是罗海吗？啊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我姓夏，想采访一下你被曲江河撞的事儿。 你干嘛又跟曲局撒谎啊？他要是知道我私自查赵明阳的案子，那不得薅我头发呀？那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334是赵明亮最后留下的线索。他生前一共去了2个地方，一个是健身俱乐部，一个就是这儿。我知道，他们不是说查过没有线索吗？有没有线索，那也得看是谁查呀。但是你这样私自查案，又要挨批评。 我又不是没挨过。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办案人员调查取证要2个人或2个人以上才有效，不就是挨批评吗？反正我没挨过，总得有第一次，对吧？走。 这里边有暗格吗？没有。你们这儿有监控吗？以前是有，后来拆了。为什么拆啊？有村民投诉说不吉利，万一摄像头拍到点什么。封建迷信。赵明亮生前刻意留下了这个号码，那里面不应该没有线索。 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呀？这个只是什么密码或者电话号码的一部分，他当时没写完。哎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最近一直都在这儿拍吗？是的，我们殡仪馆是有这个服务的。那你前天有在这儿拍吗？前天有的。 带我看看，这个不行吧？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。哦，可以，来这边。谢谢。听，这人好像你师傅呀。这块可以放大一点吗？这已经最大了，放不了了。赵明亮案发之后他来过，为什么没跟任何人说？ 连我也不知道，也不一定是他吧？这视频这么糊，而且你看那个车也不是他平时开的。帮我考一份吧。可以的，没问题。郝副书记，赵厅长，杨同志，坐。杨同志，经省政法委和省公安厅研究决定呢，决定任命你为金川市政法委副书记、金川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。 任命已经下来了。郝副书记、赵厅长，请允许我说2句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认为曲江河同志是金川市公安局局长的合适人选。他在金川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也工作一段时间了。本来曲江河同志从省厅调回金川。 的确，我们是准备提任他正局的，但是近几个月，我们陆续接到很多对曲江河同志的举报。那些举报资料，督察组已经查明，并不属实。这些我们都知道。组织上对曲江河同志也是一如既往的信任，但是这些举报，毕竟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，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产生不信任。严格同志，对你的任命。 是省委根据金川的特殊情况做出的特殊决定，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哟，师傅，师傅，菊菊，你怎么样？身体？没事，就是胃不太舒服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光喝水哪行啊？得多休息。借你男朋友用一下啊。 怎么了，师傅？没事啊，找你吃饭聊聊。行。正好今天周末，明天也不加班。哎，差不多能吃了啊。 来喝一口。嗯。哎，老岳，师傅，我先跟你赔个不是啊。那天呢，是我态度有问题，不往心里去。嗯。师傅啊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。案子急，又被人诬陷，督察组还来调查，你换谁谁心情能好啊？ 不会是我同理啊，理解就好，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查的怎么样？查什么呀？你别以为我相信你去医院的事儿啊！哎，什么事都瞒不过您啊。哎，其实也没啥。 我又去了趟墓园，查了查监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有结果吗？什么也没查到。啊，上次不让你查区政府那个信封啊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我都明白。能接触到信封的人太多了。 就算能提取到几十万，那也是大海捞针，浪费时间嘛。我都明白。行，你明白就好。来，伸一个啊！喝太慢了啊。嗯。嗯。到家了啊！哎，来，哎，哎，来躺一下，躺一下。 哎，喝不喝水啊？啊？想不想吐啊？啊？哎，想吐说一声啊！水吗？卓越，卓越，辛苦你了，严哥，临危受命，马不停蹄的赶来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认可。本来应该给你一段适应期，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要紧的事情。袁书记，您说。金山华安湖项目停工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投资的考察团马上就到，但查案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。好，在处理这件事情上，还得考虑到曲江河同志的想法，他是坚持不破案不解封，工作态度认真谨慎，这我很欣赏。你们俩原来是老同事，安抚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别让他有什么情绪啊。袁书记，您放心，江河同志会顾全大局的。欢迎你，史密斯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刘玉堂刘副市长。Hello, Mr. Smith. Welcome to Jingchuan.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ayor Liu. 很高兴您能来金川实地考察。He said that he was glad to see you visit the Jingchuan and a field trip. I'm Mayor Liu. Nice to meet you. 欢迎你，来里边请。Please. 哎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撤警戒线？让撤。谁让撤的？为加强金川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建设，更好地执行和推进金川市公安局各项工作，经报请省委省政府批准，省公安厅会同金川市委市政府决定，现正式任命严歌同志为金川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。大家欢迎。严歌同志说两句吧。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接下来我将和我们金川市局的各位同仁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为了金川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。徐副局长，会后到我办公室一下。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你让我来的，我还敲什么门？行行行，坐吧。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说什么都好啊，反正你说我知情就完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说工作呢。我有电话，可能是7月的事儿。呀，果然是。哎，小陈，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可以说工作的事了吧？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先办一趟啊。今天我邀大家来，是要实名举报公安局局长曲江河，他肇事逃逸，仗势欺人。我听说交警判定的结果是你全责。交警当然帮他们领导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他不是心虚，为什么偷偷给我塞钱，要跟我私了？那您准备怎么做呢？我能怎么做？我要走法律程序，我要告他。罗海兄弟，接话。罗海兄弟，今天大家都在，我是来郑重向你道个歉的。你演什么戏？别激动。警察打人了！帮我看看这个 U 盘。你这 U 盘坏了吧？不可能，昨天还好好的。今天查的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也没啥。我又去了趟墓园，查了查监控。有结果吗？ 那个摄影师离职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今天一大早，人都没来，打了个电话说不干了。我找七月送点吃的。好。七月，来看你了，在泡脚呢，真乖。鸽子阿姨，我想你啦。我也想你呀，你这几天怎么样？今天老师表扬我了，说我作文写得好，还给我发了一朵小红花呢。这么棒啊，太好了。七月，该睡觉了啊，明天还得早起上课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时间到了，该睡觉了。这是擦脚巾吧？来。 来擦擦小脚脚。我给你买了那个黑糖姜味的小饼干，是独立包装的，每天拿几块在书包里头啊，带到学校去吃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走，来，妹妹晚安。七月睡了，你爸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不知道在广场跟哪个老太太跳舞呢。你今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在家里就别聊公事了。今天还必须得聊公事儿。我知道，花园湖工地是案发现场，原则上不应该这么快解放。 您还知道办案的原则？袁书记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查案得建立在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。是，大局为重。但是这个案子，等省厅那边炉面复原有了结果，再封也来得及。案子总得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我呀，得先敬您一杯。这工地能顺利解封，您可是费了大心了。 来，传生啊，你呀，不诚实啊，空降严哥来当公安局局长的消息，恐怕你知道的都比我还要早吧？怎么会呢？这政府的事儿我能比您清楚。只要严哥一到，你就知道工地一定会解封，对不对？ 我呀，得敬你一杯酒。哎，别，还是我敬您吧。这两天，你大哥穆川深没找你？没有，忙他自己的事儿呢。我虽然过来没几天，可我也听说了，穆川深的合众集团之前搞过不少事情，就拿拆迁来说，也使用过不少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 不到10年的时间，把企业做这么大，我不相信他没打过擦边球。也有点阴暗了，每一分钱背后有可能是肮脏，也有可能是沧桑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工地虽然解封了，可赵明亮、邱建设这2个案子你还得抓。你要是没时间，头骨那事儿我让别人做。哎，不用，我向领导保证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啊。 为你们企业家开绿灯，是我们市政府应该做的。希望你不负众望，为金川的发展贡献你的力量。我一定不负众望。我还跟您汇报一下，按目前的进度，满打满算50天以后，金山花园湖顺利注水。这样，老婆，不好意思啊，曲局，这么晚了还打扰您。对，一直想说着正事跟您吃个饭，好好感谢。这不是吃上了吗？在这种地方别叫曲局啊，让人听着别扭。还有啊，你说那西餐什么牛排啊，我吃不习惯啊。这种地方好，我经常跟同事啊在这儿吃点喝点啊，然后聊聊事儿什么的，特别好。啊，能喝点啊？那咱今天也喝点呗。 你能喝酒？能，陪您喝点呗。那啤酒、白酒，您喝哪个？啤酒就算了吧，痛风，岁数大了。那咱就喝白的。行。服务员您好，我高度酒行吗？行，再给来两瓶白的。两瓶？哎，服务员，二两的啊，小瓶的啊。女中豪杰，两瓶。这也就是周末，要不我们都不能沾酒。 我自己来，给您倒。得好好感谢一下您，当日帮我把那个包给他拿回来嘛。钱丢了都是小事儿，你说那证件、卡呀什么的，要是丢了补办起来得多麻烦呀。是，真丢了，闹心吗？感谢您当日的见义勇为啊！哎，别这么说，我跟你讲，但凡是一个警察碰上这种事儿，他一定会出手管的啊。那是。 嗯，可以呀你。啊，对了，那天你怎么会跑那儿去了？那多乱啊！我资助的一个孩子住在那儿，那天刚从家里看完他，谁知道一出来能碰上这事儿啊？还是个慈善家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慈善家吧，不能穿得太像慈善家。你那天穿得太显眼了，那周围都是自由市场，那谁不盯你盯谁啊？ 那你说我应该穿成什么样呢？你穿的跟贼一样，贼不就不盯了吗？我要是穿的跟贼一样，那学校能让我进去吗？开玩笑，哎，那你说，贼应该穿成什么样？喝酒去！哎，别一口，慢点。 是巧，这谁能想到孟总那嘴里天天念叨的弟弟是您呀？哎，我这大哥呢，做生意是把好手，你跟着他干没错。你在他那儿干了几年啊？我毕业实习就在他那儿干的，毕了业就直接留下来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工地解封的事儿。 孟董一直想亲自过来给您道歉来着，他都想好了拖那个外伤几天，谁知道那外伤非得要第一时间去看工地，啊，这几天也一直想找您来着，这不被那个刘市长带去应酬嘛，所以这就耽误了跟您见面。喝酒不聊烦心事儿，再来点吧。再来点，您不怕中风啊？那叫痛风，啊。 那什么，喝酒就别开车了吧，啊？行。那车怎么办？明天叫人来拿就行。行，那我叫一车送你回去吧。好啊。没事啊。没事。有酒量。我要是不点炮，你们俩能赢钱？平常都他赢的。不要什么事情都是我点炮点炮。请问一下，邱建设在这儿吗？你找他干嘛呀？啊，在这儿是吧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 啥事？找你聊个合作。菜市场的兄弟姐妹们，现场的父老乡亲们，金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曲江河他仗势欺人呐！他把我兄弟开车给撞了，跑了。 我兄弟找他去要说法，他还把我兄弟给打了。我今天呀，站在这里不为别的，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个事儿：咱们得团结起来。要是不团结，今天挨撞的是我兄弟，明天就是咱们呀！邱建设，下来！我凭什么下来？你再这样涉嫌寻衅滋事啊，拘留15天。听听。 都听听啊！这就是保护咱们的人民警察说的话呀！我伸张正义，还得被抓起来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差不多得了，多大人，赶紧下来！大家往那边看，正在向我们走来的，就是撞了人还逃跑的曲江河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得给我做主啊！怎么着，邱建设？ 动员大会啊，为民申冤，伸张正义呢。伸张什么正义啊？你不就想报复我吗？我就想利用军种报复你，你能怎么着？我能怎么着啊？我就想利用军种报复你，你能怎么着？哎，你给我。 给我，我就这么回事儿，散了吧。报复你，你能怎么着？大家散了吧，别演了。曲局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没错，邱建设就是欠收拾。我没说那事儿，我说曲局身边那姑娘。哎，你说曲局长那样吗？严局，严局。 玩得很彻底，不是他应该没听见吧？说别的啊，你加钱，要不然这事没完。我真骨折了，我给你拍照片。虎子，哎哥，我给你拍张照片，来。再惨点，哥啊，再惨点。哎，这行哥，这行，这行，行吧，行。哎，春凤，春凤，哎，有日子没见了，还这么漂亮啊！春凤，邱建设。 你离我远点儿！你咋还这么看我呢？我现在是好人。不是，咱俩以前……海哥，走了，走了，我去，走了。好好养伤。 你好，请问一下10号病房的患者罗海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没在病房的话，应该就出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 谁啊？大嫂，我可能知道我哥在哪儿了。他在哪儿？ 不知道，出去。大嫂，我想我哥了，我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大嫂，虽然你跟我哥当年没结婚领证，但是我心里啊。 认你这个大嫂，真的。我说啊，我哥还没死呢，你怎么就跟瘸子结婚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 嫂子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，我养你呀。你俩就睡这张床上，一个被窝。滚！孟董让我给你的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谢谢。美女啊，妹妹，咱们。 记错的话，这是我哥6年前送你的吧？还是喜欢我哥？那你嫁给一个瘸子，还是忘不了我哥吧？我跟我哥长得一样啊。 我叫你一声大嫂，你他妈现在嫁给一个瘸子！ 春花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春花，你听我说，你怎么就不能跟我在一起？我从小我就喜欢你，春花。春花。谁？你好，我是金川公安局的。如果我是。 雪花也不会害怕融化，在命运之中仰望着光。若白不躲着寒冷，就跃入你手中，让温暖的痛结束一切。 噩梦，就让我飞，就让我碎，就让我追，追着电影中的笑容。 Bye.